各位观众，你哋好。K100 今日又同大家见面啦。系啦，Mary 啊，咁啊，虽然咧 K100 呢个节目就系每个星期播映一次啊，但我觉得咧好似有啲同各位观众见面咁啊。系咩？点解？嗱，我自从上个星期播映之后咧，咁观众反应好热烈啦，差不多咧 K100 个信箱咧，每日都有一大沓个来信嘅。系啊。而家我揸住呢啲咧，只系部分有趣嘅来信添啫。咁你读啲来信嘅时候，咪好似同我哋倾偈咁咯。不过真系收到好多信，我哋真系好高兴，多谢咁多位观众咁写信俾我哋。咁其中有啲问题仲非常之有趣噶噃。各位朋友，多谢你来信。咁其中有一封咧就系问及啊，无线电视台边位艺人年纪最细咧咁。原来你两位小朋友喺度斗最细啊！两位都系跳飞机嘅小朋友啊，系咪？你向观众介绍你自己先啦，咩名啊？我永山黄之强。好啦，而家讲你哋嘅年纪啦吓。嗱，你讲俾我听，你系几时出世噶？12月10号系1990年啊？1971年。咁即系咧5岁多啲啊。好啦，佢话 Billy 姐啦，你系几时出世啊？3月31号啊？咁系1991年啊？1972年3月31号。好啦，各位朋友，咁就本台嘅艺员最细咧，就系跳飞机呢一位黄子强，即系 Billy 姐啦，系4岁零10个月啦。嗱，阿 Billy 姐啊。你又知唔知道啊？本台艺员最高系边个啊？原来我最高啊！各位，原来全台最高系我。边位话？你有冇6尺啊？6尺啊？冇啊？5尺9嘅。咁啊，恭喜你啊！对唔住啊。喂，咁你有冇6尺1寸高啊？啊？公益金新界区100万行，无线电视组织咗职艺员步行团，人数超过150人，一齐做善事，阵容强盛，旗帜鲜明。本台高级行政人员罗仲炳、周良淑仪、黄应士身先士卒。好开心见到咁多人啊！人山人海都系对我哋即系表示一种热情嘅态度啫。我谂我尽力行啦，因为我年年都有行嘅。恭喜今年应该行快啲嘅。我太热情啦啲人。无线电视步行团大部分都坚持到底，行晒14里全程嘅。一位叫做赵永思的观众来询问，他说数日前我参加柜台欢乐今宵的现场录影，见到柜台的停车场停泊着一架老爷车，听说这架车是新娇玉贵的，非常值钱，他希望 K100 为观众介绍一下。各位朋友，这里就是无线电视大厦的停车场，我刚刚就是坐这架老爷车进来的。不过说起这架老爷车，它的来头就巴闭了。莫生，系啦，呢架老爷车啊，系边一年出厂噶？1928年。1928年，49岁噶咯喎，老晒老嘢啦。系啦，你揸呢架车嘅时候，觉得佢嘅性能点样咧？性能都相当好嘅，一卡有啲行到20几、30米嘅，就时速咧大约30零米啦。就最近啲曾经上过太原山顶行过嚟嘅。最近上山顶啊？咦，咁都几好力噶喎。相当好力啊！佢机器里边系咪都系普通嘅汽车内燃机嘅机件嚟嘅？同普通汽车构造一样。咁我谂咁耐嘅历史啊，佢啲零件都好难揾噶喎。都相当缺乏下噶啦。有啲人就估计呢架车咧，大约系值成几十万嘅，咁佢有冇一个价值喺度噶？我相信咧，差唔多古董性质咁上下一架车，公司都冇估值噶啦。系喎，成佢咁多年嘅时间，咁啊当个古董卖咧都唔知几十万啦吓。系啦。各位，无线电视摄制嘅世界名剧集嘅第4辑啊，《欲望号街车》咧，就为咗更加逼真啊，就特别向下巴公司借呢一架非常矜贵嘅老爷车出镜啊。呢架车系买重保险噶。我谂《欲望号街车》嗰套戏拍摄嘅过程嘅时候咧，负责编导金国亮啊，我谂真系有得赚，冇得瞓。
一咁。我呢就最喜欢这只狗啦。喂，我呢从此之后只狗就被打入冷宫啦。你睇下佢。咁呢度咧有位观众叫做陈荣心，咁佢系住喺深水埗福荣街嘅，咁佢系问有关节目制作嘅问题噃，你睇下。啊好啊，啊不如我读俾观众听下咧。诶、过多月前喺翡翠台看过一辑名叫《北斗星剧集》，我喜欢这个节目嘅内容，很生活化。请问这个节目何时再播出？可否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嘅幕后拍摄工作？咁《北斗星》呢个剧集咧，将会喺下个礼拜二嘅7:55同大家见面噶啦。系啊，讲起《北斗星》剧集咧，就个拍摄工作系非常艰巨嘅，系、出动咗四位编导嚟拍摄嘅。咁、我哋不如请吴小云编导咧向各位观众讲下，因为佢咧系负责第三辑嘅编导工作嘅、好啊，好啊，《北斗星》咧系全部用菲林拍摄嘅。拍摄菲林咧有好处亦有坏处。好处咧就系、比较有真实感同埋似电影，但咧因为我哋系拍菲林嘅时候咧系现场收声，所以我哋都遇到好多困难。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咩叫北斗星。北斗星咧就系、指引方向噶。喺北斗星里边，我饰演一个社会工作者啦。咁啊，主要就系针对社会上面嘅青年问题。咁呢个戏咧就着重人情味多啲。陆小凤里边就演一个比较豪爽啲嘅侠士。所謂風流倜傥啦，而喺呢個北斗星咧，就比較沉實一啲，同埋對人比較認真一啲，時時都好勇於面對現實咁樣。咁而家我喺大球場咧，因為有一場比賽咧，就係無線電視嘅足球隊咧，係對南華元老隊嘅。咁呢場友誼賽咧，就相當刺激，相信。咁我啱咧就見到啊余卓仁師傅咧喺度練緊波，咁啊同佢傾翻幾句先。係啊，師傅，嗱，就今日呢場波咧。就你哋咧，就個個都唔使講噶啦，即係大家香港嘅足球迷知道你哋個個都係上乘嘅腳法，個個都好好足球員。但係呢次你哋嚟打呢場波，有事先有冇點樣練過下、夾過下咁啊？因為而家佢哋多數都係做國隊嘅教練，咁啊，其中咧有啲人都係退休咗噶啦。咁我哋喺星期四之前咧，就啱由我哋嘅領隊胡寶先生咧，就請我哋食飯，大家碰下頭咁樣，只係練過一次嘅啫。哦，咁樣。咁關於氣力嗰方面咧，當然係你哋比較我哋，梗係好好多啦。咁啊，呢點咧，如果講打波技術咧，我哋實唔夠你哋噶啦。不過你睇下我哋啲後生仔可以追得或者走多佢兩步咁嚟補翻數咁解啫。嗱，咁而家我咧就幫你講呢啲嘢，有冇你哋有冇傾過點樣打啲戰術啊？點樣拖開我哋啊之類嘅？呢樣嘢我哋都事先都未有講過嘅，大家差唔多都係同經驗嚟同你哋比較嘅啫。我諗你而家梗係咧驚我試探你啲實力啊，因為我今日打龍門，你知唔知啊？嗱，Mary， 你睇下我打龍門啦！哎呀，真係打球，呢個波咧就真係俾你講得啱，係流友。當時咧又殘眼啊，又幫我彈地喎，而且知邊個射啊？是莫振华射啊，莫牛啊，当年最佳逆风用佢左脚食烟脚板入，冇得讲啦，系嘛，输咗冇得讲。呢球波1-0，嗱，我哋罚球都唔错噶噃，一射咧啱啱越门而去，差少少啫。你再睇下，当时罚球嗰啲摆人墙噶啦，我一走啊，真系可惜，弹得出去。不过咧，我哋技术又差啲，事实上咧就系呢样冇得讲。不过咧速度唔错噃，你睇我哋嘅嗱，我哋个左翼啊球仔啊，几快就得，曼城个身位啊一追追翻上去，不过可惜啦，俾人捧出界，佢就帮我哋输咗2-0，都唔系好差。不过你啊水皮啲啫，我咁啊唔系水皮，系一时错手啫。不过平时唔系咁差嘅。不过听讲迟下你哋就会去澳门比赛啊？系啊，讲起咧就。無線電視嘅球隊咧，實際上好多活動嘅。咁啊，佢哋嘅呢個男子嘅足球隊咧，同埋男女子籃球隊將會喺下個禮拜六，即係2月5日咧，就會去澳門啦。咁同當地球隊咧係比幾場友誼賽。咁你有冇份去啊？嘿嘿，梗係有份啦！我又打龍門啫，不過呢次唔會咁失水準噶啦。俾心機打，今次一定要贏波。一樣嘛。咁係啦，呢個禮拜咧，我哋收到好多信咧，都係温拿樂隊嘅歌迷寄嚟嘅噃。我知道咧，就寫俾陳秋霞嘅都唔少信喎。係啊，都有好多信噶，因為佢哋好耐咧都冇喺熒光幕同大家見面啦。咁啲觀眾都係好想見下佢哋嘅。你哋 Venus 同我哋公司最近簽咗約。係啊，我哋幫阿陳秋霞同一時期簽約嘅。一齊簽啊！係啊。咁你哋簽約之後有啲咩計劃？我哋打算拍13個特輯啦。一齊拍？唔係。
即係你哋13/13，哇！26/7喎，咁到時好多好歌聽，各位一定要留意啊！係啊，嗱，咁呢度咧就有一位觀眾咧，佢就喺澳門寫信嚟嘅，咁佢想問下你平時家庭生活狀況係點樣啊？講啲佢聽下。我平時喺屋企咧，除咗彈琴之外咧，就同我新養一隻狗仔玩，咁細細只嘅。養唔養得大啊？狗仔好細細只。養到咁大啦嘛。咁、除咗咁之外咧，仲有咩？其他時間我哋學車咧。因为就考车牌，咁系啦。嗱，咁平时喺荧光幕啊，你哋五个人一齐出现噶。咁到你工作完咗之后，你哋多数做啲乜嘢？得闲嗰阵时啊，即系呢幅做好。诶，我得闲无事，一个人最中意啊，影下相噶啦。我就認為咧，近來治安就唔係幾好，所以我好少出街嘅。咁我得閒喺屋企咧，就整理一下啲盆栽咁，正如呢啲就係啦。不過有時喺屋企咧，都有少少意外嘅。我得閒咧就抹下個眼鏡，一抹清咗眼鏡咧，就可以睇清楚呢部書啊嘛。當我睇曬呢部書之後咧，我就知道點樣做 boss 啊。我平时一得闲咧，就会整理我最心爱嘅古玩嘅。洗完碗未啊？快啲啦！一、二、三，三、二、一。唉，一个人得闲无事都唔知做乜嘢好。When the sun shines on the mountains and the night is on the run.It's a new day, it's a new way, and I fly up to the sun. 六个人在一起，最好就唱下歌啦。I'm just a bird in the sky. Ooh, you're the little black guy. Over the mountains I fly.No one can take my freedom away. 哇，首歌的节奏挺劲的嘛，非常好听啊！嗱，呢首歌咧系专为写信俾佢哋嘅热心观众而唱噶嘛。啲歌迷一定好开心，好开心，听到只咁好听嘅歌。系啊。咁系啦，咁啲观众咧非常之热心咁写信嚟俾我哋 K 一百啊！我哋千祈唔好令佢哋失望先好啊！系，总之系越多人问嘅问题咧，我哋系会优先答复嘅。咁只要个信封面记得写 K 一百号邮箱 ，K 一百号节目主持人收咁就得噶啦。系啦，无论你哋嘅有关于无线电视嘅台前幕后问题，都欢迎你哋提出。我哋 K 一百咧仲将会延长播映时间嘅噃，我哋系欢迎观众继续咁写信俾我哋嘅。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多谢收睇，拜拜。